所以咧。
全世界聽，我哋今日有數千乃至一萬人。
嚟咗咧，呢啲保鲜纸俾大家。如果陣間有啲手足咧，會行得比較慢嘅，大家撻咗佢，每日撻兩隻，包住隻眼，你後面打個邊，好簡單，對眼三分鐘，之後冇乜法。你我兩寸啫，你瞓嗰個位，如果有手足係中咗胡椒噴霧嘅，千祈唔好用手撥，用一支光。咁慢好慘咁樣，跟住又揾咗眼，唔好執入眼，跟住上嗰啲老單啦，興啊，醒啊，咁跟住又有保鮮紙，跟住我瞓喺個抽屉，一個膝頭都瞓埋嚟。咁被吸嘅朋友咧，就帶曬保鮮紙，保護自己，咁咧就跌兩尺左右，我冚住個面啊嘛，我冚住個面，我就跪喺度。已經濫用了警權，我們已經逃了警務處，逃中衛後，我們